神山公园坐落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里面，这里的风景宜人，云雾缭绕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婉，马来西亚沙巴中文执照导游。神山公园就坐落在婆罗洲岛的沙巴州里面，它围绕着神山，占地约75,370公顷，它是马来西亚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，享有东南亚植物多样化。它除了是地球之肺，然而它也是天然的药库。据说地球上的四分之一的药用植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哦，例如金线莲、野牡丹、纤毛田蛋白、鹅掌指树等等。约定你与我一起在线上旅游，为大家好好的游览一下神山公园里头的一些药用植物，等你哦。